Still doing。我要聊唱，我以为你要唱歌，不然我们播一个。你要唱，你想唱是不是？想唱就要讲。姐给你机会。哦，好了，来分享这一首，就是如果你们没有意识到派拉姆尔的话，可以听一下这首歌。他们多了一个鼓手。好了，这首 Still Into You。